学习佛法首先要在社会上就成为人间的菩萨。其实任何的烦恼和磨难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处世之道本无奇，多交朋友少树敌，斤斤计较要不得，待人宽厚要积德，人到中年全看透，明文利养过时候，修心念经越鸿沟，学佛是把杂念丢啊。还有呢啊，半梦半醒半世仙，人间凡事如云烟，放生许愿禅心在，心中清净无灾害，睡前原谅众生业，醒后重生菩萨现，怨恨烦恼是包袱，随手就扔不在乎。